刚加入，那么但是听说 ULI 有很多几年的这个时间了，那么也一直跟进你们的活动，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你们 ULI？Because 因为你们相对比较专业，而且邀请的所有的这些 speaker 或者是这些 knowledge sharing 的这些 expert， 他们都是相对非常专业的，所以我能够感受到来这儿大家都是对某一个 topic 或者是对就真的是感兴趣。